有泪痣就在眼睛附近，我可以看吗？我低头你又看不到，小刘就把你搬起来，还好暴力。我哪有？所以狠狠要把，意思是要保姆把，对对对，把西西架住，架住他。不好意思，握手会只能一个人进去握手哦。你们可以，怎么办呢？这要怎么办？啊，你们在西西进来之前把他的应援衫没收，然后帮他买一个那个车祸的那个护脖子的那个。就不能低头，就是有点地狱啊，太地狱了，不行，真太地狱了，好可怕哦。但我火气这个很地狱，西西你这样不行，西西你在挖坑，帮我出主意，最好再帮我出主意。进去店里要两手空空，但是脖子的可以啊，脖子的可以啊，脖子不算在手以内，但可能 staff 就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个粉丝真的很让人感动，都受伤成这样还要来握手会。我没有诅咒你出车祸好不好，实习，我只是觉得你可以用，真的是让人感动啊。已经要带护腕去握手了，还要我带脖子的护具？那你不要带护腕，你带护具就好了。